行了，行了，拿你讲吧。这画笔哪来的？买的呀。买的？在哪买的？这么糙？哎，你知不知道咱们现在搭的是哪场景？南二号，华侨，啊，老资本家那种，一堆亲戚在国外呢，家里有钱有品位，你觉得跟家放这一糙货合适吗？ 我这是大商场买的，花了我好几百呢。就你这破玩意儿还好几百呢？你给我100，我上批发市场给你弄一沓来，你信不信？嘿，你别诬陷好人啊！我这可有发票的。得了吧，你那发票还不是天桥顶上买的呀？那好意思说呢？我告诉你，你别老欺负咱们老大是头回跟组。 人家是大艺术家，不懂你这些猫腻儿，我懂。你少跟我弄这些里格楞，赶紧拿去换去。别愣着了，赶紧换吧。这帮小子以为我不懂，想蒙我。<笑>没看出来啊，您还是有火眼金睛，谢谢啊。哎呀，客气啥嘛！再说了，我跟青青是朋友，那跟你自然也是朋友了。朋友之间互相帮忙，那理所应当的嘛。嗯。 互相帮助，不多聊了啊！我这还得抓紧时间换景。哎，喂，黄总啊。 你先生的工作室没有人吗？不打电话也打不通，这都说好的了。昨天你应该把货给我送过去了。不好意思，您现在在？哦，实在不好意思啊，刘总，这样好不好？因为我也在美国出差，我现在马上打电话联系我先生。你要去哪儿？这两天忙，我会厂子里边住几天。 求求你别走，别抛下我们娘俩。这谁的手机啊？不知道实拍了。谁的？那个，再来一遍啊。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收。 Follow this business further. We've got all the market segments here with us right now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re's no questions, that everything is clear. We've got everything set up for sales. The marketing strategy is fluent. Very nice. 喂，你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关机？我怎么都联系不上你，你在干什么？ 我现在在剧组呢。剧组？你跑剧组去干什么？哎，你有没有责任心啊？你跑到剧组去，你把客户扔在一边，你知道这两天我给别人赔了多少个不是吗？你知道这两天我浪费了多少时间吗？哎，你知道这两天我给你打了多少个岳阳电话？我联系不上你，我很着急。你完全把自己当成甩手掌柜的。我一天工作多辛苦，你知道吗？我24小时没睡觉了，你知道吗？ 我终于成事甩手掌柜的了，咱俩谁甩谁呀？你甩我都甩到美国去了，没错吧？我一个人跟北京没人管，我吃没人管我住的，顾客是你上帝，不是我上帝。我看你呀，你就踏踏实实跟美国待着，你甭管我，你甭给我打电话，你该干嘛干嘛去，你伺候你的上帝去，行吗？咱们就这样啊。喂。 吃了，再不吃都凉了。
快坐下吃饭。我都吃过了。嗯，这菜还不错，是吧？你慢慢吃啊。别走你，哎，干嘛去？我帮你铺一铺床。哎，林静，不用不用不用，坐那我自己来。没事儿，哎，你哪有功夫干这个呀？再说了，哪有大艺术家自己铺床的呀？嗨，你我反正闲着没事儿。这都不好意思啊。这弄得你跟我那个什么私人助理一样，你还真别说，我现在呀，有一种住五星级宾馆的感受。哥，醒吗？来，醒了，醒了，来来来来。哎，快进来呀，进来进来。吃饭呢？过来，来，你坐下。吃饭呢？吃饭呢？啊，吃吗？那边吃边说，没事没事。啊，就是说那个咱们东西已经装好了。啊，那什么？道具呢？问您，那个咱们新进哪批砖啊？咱怎么装？啊，你先告诉我，咱们那个搭井的设备车都安好了没有？对对对，都装好了。嗯，那这么着吧，嗯，砖面有雕花的一面呢，你让兄弟们拿纸给垫上，因为路上颠，那东西贵，别磨了，好吧？欧了欧了欧了，那五分钟以后煮吧。行，等会儿马上吃完，兄弟啊。好嘞好嘞，快。饱了吗？好了，饱了，过了，这样就行了。嗯，我来，我来。哎，不不不，搁着吧，搁着我。没事，顺手的事儿。不合适，怎么乱了？我来，我来。哎，谁要是找了你当老婆，没准还真是挺幸福的事儿。你们今天要去搭井啊？嗯，搭井一天一夜呢。是不是搭井就跟盖房子似的？嗯哼。差不多吧，你可以这么理解。那我想跟你们一块儿去。你去干嘛去啊？搭井那都是男人干的活，现实乱七八糟的。你呀，还是踏踏实实的啊，在你们化妆府待着挺合适的。你就让我去看看呗，我想学习学习，不一定我以后化妆不干了，我改行当织井了呢。哟，没看出来呀，小姑娘年纪轻轻，抱负还挺大呀。哦，对了对了。你那天拉片场了，带着吧，到了晚上可能会凉的。啊，我昨天拉的片场了。嗯。怎么还是洗衣粉的味道？你把它洗了。谢谢啊。好了好了，太棒了太棒了啊！哎呀，第二阶段咱们就算拿下了啊！哎呀，太好了！你看这操作啊，简直是出神入化，精彩至极呀！哎呀，祥子太棒了太棒了啊！这个技术难关咱们终于攻克了啊！嗯，好极了！我觉得咱们再有一周，顶多一周，咱们就顺利的完成了这个第二阶段的软件设计工程了啊！太好了太好了！我马上就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总公司啊！年终奖金大家都有份啊！加油加油！对了，我还要宣布一件事情：石强的底薪翻一番，啊，荣升咱们公司的技术总监，明天起生效啊！加油！我看好你啊！加油加油！什么？底薪翻了一番啊？技术总监？老公，你伟的也太大了吧！奖励必须奖励，晚上见啊！嗯，爱死你了，拜拜。哎呦天，酸死人了！你
身铜臭味，你是不是文化人啊你 ？Sorry， 让你受刺激了吧？快上车了啊！快快快，别拉我，快点！来，这帮都认识。好吧，碰一下。叫你呢。哎，碰一下。啊啊！哎，老公，那个啊，那个，现在你升职了，一个月剩10000哈。我呢，一个月3500，那首付呢是25万，那要多少个月，我们俩才能把这首付付上啊？廖青青，今儿什么日子啊？今儿是大日子，我们为什么来这儿啊？为了庆祝，对吧？窗外这么好的美景，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心情，你能不毁咱们的情致吗？没有啊，我这不是在助兴吗？扫兴。别讨厌啊！你帮我算算，我数学没学好，快。不算。你帮我算算嘛。不算。干嘛来这儿？我自己来。两天？怎么可能啊！两天，当傻呀！自己看，我管我哥借的25万，后天会到。hold 得住 ，hold 住，真 hold 不住。现在应该是凌晨了吧？对，我们这儿是半夜3点。那你这么晚了还不睡，干嘛呀？什么事儿啊？是你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跑到剧组去了，我现在联系不上他，我有点担心。什么？喂，二姐，有什么指示？你怎么回事？你跑剧组去干什么呀？哎呦，你被烧着了，说话跟火烧似的。我现在剧组忙我的正事，你老人家要没什么事儿，你不要骚扰我了。我这电话挂了啊，回头再聊。哎，什么没时间啊？你知不知道客户都堵在你门口了，依琳姐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你自己跑剧组去逍遥去了，你怎么想的？哎呦，我把这事给忘了。妹妹，我那亲妹妹，啊，你这样，你帮哥一忙行吗？你现在马上去我的工作室，把我的设计稿。啊，就这么定。那钥匙家里有一把，就在那个门口那个抽屉里边，好吧？啊，就这么定，就这么定，定了，定了啊。喂，喂，我不
死了。啥事？歇会儿。哎，腾哥，干嘛呢？啊。哎，上面那地方啊，做旧做的不太理想，我上去补一下。不用吧，拍门是大权，宗进景也带不了这么高。操操，得了，又不是雕塑展。那哪行啊？要是凑合就不搭景了，咱要搭就得给人搭讲究了。你也干不了体力活，要不然找一场工来帮忙？不用不用不用，兄弟们现在都忙着呢啊。再加上本来剧组人就少，不够用。那行，那你注意安全啊。去，你忙你忙，别。谁呀、啊？林庆，先给你复位，再打石膏，稍微有点疼，忍着点啊。没事，大夫，别动啊，别动、啊，没事，我打小我爸打习惯了，我一点都不怕疼，真的。啊，疼！别动，你慢点，轻点，大夫，您疼吗？别动，别动啊。感觉怎么样？好像好一点。好，咱们再来一次啊。还得放松一下，放松，放松，放松，放地下，放地下，放地下。大夫，您别弄了，大夫，别动了，怎么了？疼不疼啊？抽死你，抽死你！你怎么不得癌症啊你？呸！乌鸦嘴，别跟我这瞎叫唤行吗？叽了叽了没完了，烦不烦啊？你就狗咬吕洞宾，谁待见你谁倒霉。我问你，你怎么不回我嫂子短信啊？你知不知道把他急的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嫂子给我发短信了吗？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我怎么知道啊？短信发到你那儿去了，他以为你出事儿了呢。没想到你跟我来真的。这事你千万不能跟你嫂子说。你嫂子这人吧，好着急。我受伤这事儿让她知道了，她非得冲我瞎嚷嚷。还有我妈呢，啊，你千万不能去打小报告。行了。这人事我比你会做，你回头记得啊，给我嫂子回个电话。哎，说点人话，我求求你，老哥，我嫂子对你多好啊。我跟你嫂子一直都是用人类语言在沟通啊，就怕你听不懂。哎，你是不是有？哎，拿着拿着拿着，别浪费了。哎，讨厌讨厌。谢谢你，阿强，那个药都在这儿呢，是吗？都齐了。谢谢，辛苦了。走吧。去哪儿啊？回家啊。你什么意思啊？你别告诉我你就想一直待在剧组啊。我当然得回剧组了，我才不回家呢。哎，你我青青，要不然你把你哥交给我吧，我来替你照顾他。把他交给你呀？啊，不好吧？不，那有什么的呀？嗯，你哥就是我哥，然后我来替你照顾他，你交给我，你总该放心了吧？我又不是高位截瘫，让你们照顾什么呀？闭嘴！麻烦你了，实在不好意思。没事，你放心吧啊，肯定饿不着他。谢谢你啊，小姐。没事儿。哎，我跟你说啊，你看你有空的时候，你能不能回去看看子健啊？他想你。哦，我知道了。那什么，我让你送那资料给客户，你送了吗？送了。客户，对，什么客户啊？你哥还做生意啊？哎呀，不是，他就有病，有工作室，不要，非要到剧组工作，受那份罪。哎呀，你俩有完没完？你俩要不走，我跟这开一房住院了。走啊，走吧。
喂，爸，怎么了？二强子，你哥出事了。今天一大早让人给带走了，说是贪污公款。你想办法救救他。喂，喂，说话呀！我听见了，你跟他说，说我哥贪污公款是吧？我也不清楚，我说是，说是二十多万吧。二十？这里面肯定要坐牢。二强子，你快回来救救你哥吧！朱总，我要请两天假回趟老家。不是你这，不是怎么回事？好端端的回什么老家呢？我哥出事了，病了，不是别的事儿，啊，哎呀，祥子啊，你看哈，咱们这个项目的第二阶段还有三天就结束了，现在可是最关键的时刻呀，你怎么能提出要走呢？再说，你们家也不是什么火上房的事儿，让你哥再等两天好不好？朱总，这事儿没法等，不是，就等三天啊，那三天以后，你把活干完了以后，马上就放你走，行不行？哎。你这么着哈，干完活以后，我立马给你放假，我给你放一个礼拜，不，半个月怎么样？带薪的，一分钱都不少你，怎么样？啊，不行，今天我必须走。不是，你哥哥能有多大的事儿啊？还能比咱们公司几千万的大项目重要吗？你再说了，现在公司刚给你升了职，又给你加了薪，你说你现在说走就走，把一大摊子说扔下来就扔下来，你这样影响可不太好啊。我哥犯事了，今天早上被公司的人给带走了，你知不知道啊？什么案子？不会是人命案吧？不是。那个祥子，你听我说啊，这种事情凭我的经验，你回去也不起什么作用。那也不是说你一回去了，你哥就能放出来了，是不是？哎，要我看，你不如抓紧时间把项目做完，早点把奖金拿到手。我觉得你挣点钱带回去备不住，能帮上点什么忙？你说是不是啊？啊，你说的是人话？你说什么呢？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呢？我说你说的不是人话。我在公司这么久，我请过一次假吗？我过过一个完整的周末吗？不是你呢，除了往下压项目、说空话糊弄人、扣着奖金不放，你还会干什么？除了这些？不是我这个项目。你志强，你这么着，我知道你现在你着急上火，你说话难听，我也不跟你计较了啊。你这么着，咱们哥俩互相都体谅一下，好不好？我现在就让其他组的人啊都过来帮你的忙，你争取在两天之内完成啊。活干完了以后，一秒钟都不耽误，我马上送你走，行不行啊？两天之内我回来。哎呀，兄弟，就算我求求你了，你不能走啊！你这么一走，这个任务就完蛋了啊！这个是几千万的大项目啊，好不好？最后我给奖金的时候，我再给你增加10%。不行，不是我说错了，20%。你有完没完啊？多少都没用。你怎么这么不给我面子？我告诉你啊，你今天你要是从我这走了，明天你就甭想再回我这门了。你看着办吧啊。哎，你干嘛你？千万别报案！我儿子欠你多少钱，我就是倾家荡产，我都给你还回来。我保证一个子儿也不少。说句话呀，赵总啊，我求求你了，赵总。您啊，也不必要这样。要说呢，你儿子跟我合作这么多年，我们哥俩感情还是有的。这样吧，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你把那25万给我拿回来。如果三天以后我见不到钱，别怪我赵某人翻脸无情。我现在马上就去筹钱，我肯定不耽误赵总。喂，妈妈正在收拾东西呢，收拾差不多了。妈，池翔他哥出事了，池翔说让咱们把房赶紧退了，然后把钱寄给他。
哎呀，你们搞没搞清楚？以为这是买萝卜白菜呢？想退就退，想换就换。那火急火燎的，是不是他爸又搞什么花样啊？别理他啊！妈不跟你说了，收拾东西呢啊！哎，喂，妈，妈。找你们老板，你找你们老板，你不到办公室去，你在这瞎溜达啥呢？你是不是琢磨偷钢筋呢？你看你这话说的，我真找你们老板，我跟你们老板是朋友。啥朋友？给我走一趟。走，我跟你们老板是朋友。过来，过来，我等你们老板呢。我们哥俩想你好几天了。你说，我看你就像偷东西的。走走走，我偷啥东西？走走走，不是，老板逮着了，正踩点呢。这大兄弟真能开玩笑，我踩啥点啊？王老板，我县东头的，持家杠子的，前年供销社给你送砖那个老池。哦，老池，嗨，什么呀？这是我朋友，出去。哎，老池，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哎，抽烟。有啥事儿？别这样，王老板，再商量商量。没商量。王老板，王老板，你再考虑考虑，多加利息都行。你要是真需要钱的话呢，我给你指条明路。啥呀？你看啊，你在北京给你儿子已经买了房子了啊，你那老屋你还要它干嘛呀？里外三间你一个人住，那不糟践了吗？干脆你卖给我30万，一分我都不少你的，怎么样？那可是祖产，一套院子带祖坟呢，我30万就把祖宗卖了，你家祖宗值30万呢？说什么呢？不卖你走人。
这事儿抓紧赶快办啊！我去吧。那边注意点安全啊！王老板，哎呀，老迟啊！上回咱俩说那老房子的事儿，还收不收？你这要是前几天来，我一准就收了。这不你不卖吗？我把村西面那屋子给收了。要不你去别家问问。问啥呀？我都问一圈了。上回我不是说考虑考虑吗？我没说死不卖呀。那怪我，理解错了。不过老迟，你别着急啊。按说多收一套呢，也不是没可能。那就收了呗，我这房契都带来了。你说你不是急脾气吗？你这不是逼我吗？不是逼你，王老板，我急等钱用，你不是不知道吗？是，你急等钱用，我肯定得帮你的忙。不过吧，你说我刚把村西面那房子收了，手头真的挺紧，30万恐怕不行。你现在能卖多少万呢？我现在估计也就能出25万，也太低了。就是，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可是没办法呀。要不你去别家试试，你再给涨点呗。涨多少？你哪怕28万呢？27万。走了，你考虑考虑。哥换回来了，要不是我逼着你哥拿钱，你哥也走不到这一步。我上次那钱也是我哥给的，我实在拖不起30万了，我就跟你哥张了嘴。我就不是个人，不怨你啊，二强子不怨你，要怨就怨你爹，你爹老糊涂了。不怨你。没有我，你上次已经给了我30万，可首付又涨起来了，我又管我哥要25万，这不把我哥往绝路上逼吗？我就不是个人！你们迟家就知道欺负老实人，弟弟买房让哥哥出钱，一次不够还要出第二次，这下好了。把你哥逼得进了单房，我和我儿子以后怎么过？我的错，有什么话你挑我说，别冲我爸来。我哪敢冲您呀？您是大学生，您多金贵呀！你哥这些年挣钱多辛苦啊，他好不容易攒了点钱。你一声令下要买房，他全给你了，25万呢，还堵不住你的嘴，你还嫌不够，你还要管他要，你怎么不跟他要命啊你？你把他逼得只能向外的学的了。二小子，不如你快拿着钱去救你哥吧。拿着，二强子，你拿着钱呀、啊！你救你哥去、啊，你拿着，你快去呀、啊！钱给退回去了，赵总也说了
就这两天就放人吧，最多再等两三天。你说的心情，你以为是度假呢？娘娘，跟我回屋。妈，你吃。对了吧，你给我说实话，今天的钱哪来的？你说话呀，爸，你没借高利贷吧？你真借高利贷呀，爸？你怎么这么糊涂，爸？谁借高利贷了？我把老房子卖了，行了吧？事儿啊，我打了那么多电话你都不接，你知不知道我担心啊？什么事儿你说清楚啊，你哥到底怎么了？钱汇过来了吗？还没呢，我妈说让我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再借。问什么？有什么好问的呀？你知道这钱是哪来的吗？是我哥用命换来的。我爸为了让咱们两个住新房子，把住了一辈子老房子都卖了，你就那么舍不得你房子？你，哎，你先别着急，你慢慢说行不行啊？你别生气啊。为了给咱们两个买房子，挪用公款都被带走，都这样了，你还不退房啊？说白了，你就舍不得那房子。你那么喜欢房子的话，你跟房子过去。你嫁房子，你嫁我干嘛呀？我问你，我算个什么东西？我就一败家子，一混蛋。你这跟你哎呀，你说你干嘛呀？你这冲动，什么事儿就这么冲动？行了，吵吵什么呢？揭房底儿呢？叶池祥他们家真是的，你说这家人简直是添乱、啊。你说他跟他哥借给我们那25万那房款，说是那个什么挪用公款，他25万，你说至于吗？这不是吧，非得逼我要退房？谁逼你了？那不是救人吗？你一点都不善良。什么就不善良？你救人也不一定非得要退房。就是可以想想别的办法吧。你说那房子多好，要是退了，岂不是几两了吗？就是姐，你说那房子，你就是好多人排队排几天，他未必那交。你怎么这样呢？人家为了给咱25万出事了，咱就不能好心一点救他吗？房子房子，眼里只有房子，你怎么那么自私啊？讨厌，讨厌你。再说吧。
嫂子，我把洋洋给送学校去了。对不起，嫂。房子，你怎么不替你哥哥想想？你不替你哥这一家子想想？你让你哥下半辈子怎么过？你让我和儿子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放心，嫂子，我尽我最大的力气照顾你和洋洋。你这些话说给谁听啊？啊，你照顾谁呀？一会儿你屁股一拍你就走了，我还得在这儿头拱着地把这一老一小的拖着走，你照顾谁呀？会不会见我带我爸走，给你少添麻烦？哎呦，那我谢谢你了。青青，真退了。